昨天好下雅木卡在屏东县昨天国小研发的学校本地课程，也有一年生到六年生的新生带着很多学生的行土家乡实际去体验韩国教菜地的文化，同时用于某穷用的两百课程。因为呢，昨天国小是作有特色学校，对学校的学校本地课程设计出一套昨天用暗讲的作用。其中每行业的欣赏就设计出昨天客家的作用，带汉客多其他族群的人融入客家，本身也呢汉客上爱好。昨天国小教长林秀玲今年半夜注意让抖音，透过昨天用暗讲作用，本期快速认识昨天乡。这个桌游有九个颜色，那像去年产出的颜色水牛的灰。然后我们新丁花的红，然后静置亭砖块的橘，再加上我们在地的产物柠檬的绿，然后我们的那个美食板桥板条的白。把静置亭往前啊，删掉了。这套游戏包含了昨天乡的饮食文化、历史古迹、同次年人文。有欣赏人托做延伸的探讨，本身人的反思同重视文化保存的议题。可能生活当中我们不经意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去剔除了，游戏中不小心剔除了，那最后它在你的生活当中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文化传承中如果它今天不再被保存下来了，被删掉会觉得很可惜。这是一种历史传承，那么久下来就是保留给以后的人看到这种东西呀。学校表示，学校给新人的主审导演由客人、河南人同新出名也到，透过教练课程导演的规划同安排，结合作由实际操作同学习，本新人的韩国人士昨天乡接触客家文化。客家新闻潘胜旺频道报道。